开满了。哎，来介绍一下食物，这个是满天星炒饭。满天星炒饭已经等了十分钟了，跟老板发，我们跟老板扯了聊天聊了十分钟了，他这个90块，从20年前就90块了。你们到这边何老板我们认识的 ，OK， 他很喜欢跑步啊。OK， 你们看，这间老店啊，哦，赞呢，他的活的炒饭真的很赞，我都闻到香味了。刚才问他那个火腿是什么火腿，没有讲，这个是不能说的秘密。给我们炒饭，我刚才想好滴啊，火腿炒饭。我们刚才就是因为很口渴，五十三买个饮料，然后这边坐着看到老板出来，纳一下凉、嗯，对啊，然后哎，来一个炒饭吧、嗯，因为我们想说拍这个很久了啊，结果我们今天去拍那个什么，拍那个阳春面嘛。对啊，让吃饱了，没办法，就外带一个。OK。他那个，我看看啊，你都吃啊，你要讲啊，你都光爱吃。他去那个吃了烧水。好，来，你喜欢讲那个来给你。啊，我跟你讲，我当个美食家，我跟你讲，他为什么好吃？他这个，哦。哦，他怎么讲？他这个火腿很全，很棒。他饭很 Q 哎、欸嗯，油香油香的。你不知道我们要加猪油下去炒？我们加猪油下去炒？他没问。啊？刚刚没问。因为人家这个内行的好不好？不能。你可以吃到那个油的油香。好、哦，赞。给他带回小朋友吃。啊，这家炒饭真的很棒，而且是我推荐的，应该是金门高雄厉害。然后这个酱油不会很重，它就是有点那个这个鱼味旁骨，啊，个重点是嘿火腿很好吃。哎呀，90块是20年前就90块了，它没有再涨了哦。你不要以为九十块的炒饭很贵。他20年前就90块，哎，到现在没有再涨，哎呀，所以真的不错。OK， 我们上次拍到现在应该要2-3年了。那时候我频道还不到100订阅的时候就来这边吃了，到现在你看600订阅了。OK， 好了，我们这边结束了。最后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我们，拜拜，再见。OK， 拜拜，再见。